初你借钱给诺拉，解救她丈夫海尔默的财务危机，如今自己反倒被海尔默开除，失去了工作。诺拉隐瞒丈夫向你借钱，甚至伪造他死去父亲的签名，要是海尔默知道了，绝对无法接受。别忘了，戒指还在你手中。原来你丈夫对你的爱就这么一丁点啊。他知道我会不择手段报复，竟然还敢。你明白你的名誉还握在我手里吧？我要找回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立足点。Thank you.
还没来，没多少时间了。但愿他不至于。终于来了。在我家留那封纸条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一定要跟你谈谈。一定要在这间屋子里吗？女佣睡了，海尔莫一家人在楼上跳舞。跳舞？海尔莫一家人在楼上跳舞？是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说的是有什么不对。现在克罗斯，我们来谈谈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我们有好多可以谈的。我可不这么认。你会这么说是因为你不才了解过我。还有什么好理解的？不就是人生司空见惯的事情？一个女人见到了凯子就喜新厌旧。你认为我那么无情？你认为我那么容易就跟你分手吗？不是吗？克洛斯塔，你真的那么认为？如果不是，那为什么你又写封这样的纸条给我呢？那不是最好的方式。非要跟你分手不可，我不只好让你死心。原来是这样，说穿了都是为了钱。别忘了，当时我妈妈病倒在床上，我还有两个弟弟。女儿，那时候的你迁都妈妈，我们不可能等你。也许吧，但是你没有权利为了别人就把我给甩掉。我已经在问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，我不知道。我刚失去你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脚底下地面都开始融化了。你看看我吧，一个遇海落难的人啊，抱着一根浮木只剩半条命。救难的船可能近在眼前，原本是很近，但偏偏是你出来挡的。你啊，我是无心的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我接手的是你的职位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要不要让步？不，那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好处？好处？好处！要是我就让路了，谁管他好不好？生活以及贫穷的艰苦，使我学会面对现实。生活使我不要相信你的甜言蜜语。生活给你的教训很扎实，但是你得想想实际的行动，不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你像海难落水抱着浮木的人。我这么说很合理。我也是海难落水抱着浮木的人，再也没有人让我挂念，没有人让我关心。那是你的选择。那时候我没得选择。那又怎么样？第二，如果我们两个落难的人对彼此伸出援手。你在说什么？一起各自抱着浮木，不如我们一起奋力往前滑。克里斯提，你以为我为什么到城里来？你真的想到了？我定要有事情做才活得下去。出生以来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一直在工作，那是我唯一最大的乐趣。现在我一个人活在这世界，心里的空虚和寂寞，失望害怕，只为自己工作，那叫什么乐趣？女儿，给我一个目标，一个对象，让我的工作有意义。我不相信你，那只是一个浪漫成性的女人在吹嘘关于自我牺牲的伟大情操。你什么时候看过我浪漫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好吧，告诉我，你知道我的过去。你知道城里的人是怎么看我的吗？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你的话，你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是一定的。现在太迟了吧，克里斯蒂，你是认真的吗？
我看出来了，你是认真的。可是你还有没有勇气和我在一起？我需要有人付出我的关怀。你的孩子需要吗？我们彼此互相需要。我相信你，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。谢谢，克里斯汀，谢谢。现在我终于在他们面前找到我的立足之地了。可是你不知道我用了什么手段对付海尔默一家人。我知道，伊尔。既然知道你还有勇气。我知道绝望会把人逼到什么地步。要是能够一笔勾销的话该有多好啊。这是有可能，你的心还在信上。你有把握？有，可是原来是你不择手段为了帮助你的朋友。告诉我，是这样。我曾经为了别人出卖过自己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我会把那封信要回来。不行，不行。可是你叫我来不就是为那封信？那是我起初情急之下的想法。可是现在我在这个家看到难以置信的事，一定要让这可怕的秘密曝光，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彼此彻底了解，他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。好吧，既然你要冒这个险，不过有件事情我可以做的，而且马上做的。
是诺拉。分钟也不行，你知道我们原先说好的，来，我们进去。这里会着凉，怎么样，您的太太欣赏够了没啊？很过瘾。该回去了。诺拉，不要再固执了。哎，说得好，您的太太。晚安，经理先生。晚安。我很乐意送你回去，不过你用不着走多远嘛。来，晚安。晚安。好了。终于把他送回去了，烦死人的家伙！托儿，你不累吗？才不呢！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完全没有，相反呢，我觉得精神特别好。你呢？你看起来真的是又累又困啊。对，我好累，我要睡觉了。你看，我说不应该待那么久是对的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我的小云雀开始讲理了。我家的感觉真好，除了你没有别人，你就敌人的小东西。你喵喵看什么？我不能看我捐献柜的宝贝吗？上上下下全部的美通通属于我一个，你没看吗？啊？就今天晚上，不要跟我说那样的话。看得出来，你心里还是想跳舞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使你更迷人。客人们陆陆续续回去，很快的，这个屋子就会静悄悄的了。希望是这样。怎么会不希望呢，诺拉？告诉你一件事。今天在跟你参加舞会的时候，我都不太跟你说话，只是偶尔偷偷的看你一眼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假装我们在暗地里谈恋爱，我们私定终身，谁也不晓得我们的关系。我知道你一直想什么。到了散场结束的时候，我把皮筋披上圆润光滑的肩膀，还有浑圆的脖子，我就想象你是我的新娘子。我们刚办完婚礼，第一次带你回家。
第一次单独跟你在一起，就你一个。今天晚上看你跳舞的时候，转身摇摆，呼啦啦的受不了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早带你下来的原因。你让我静一静，可不可以？怎么了，诺拉？你在逗我对不对？我不是你的丈夫吗？ 谢谢你的祝福，同样也祝福我。你，好吗？如果你希望的话。
茶喝太多了。也许吧。你要干嘛？清清信箱，信几乎都塞满，明天怎会塞不进来？你还要加班？没有。有人弄过这个锁？弄过锁？对，我肯定。弄掉的发夹。诺拉，是你的。不是，是孩子们。那你得好好管教他们，不许他们乱动。这是什么？信，我南南柯。南柯。放在最上面，一定是他离开的时候投进去的。上面写了些什么？名字上画了个黑十字，不吉利，简直是在为自己报坏消息。他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？他告诉你的。他头上的明信片。就是要跟我们道别，他现在要把自己关起来等死。我可怜的老朋友，既然非走不可，最好是安安静静的走。你不去探望托瓦尔？他跟我们的生活已经结合在一起，我就是没办法想象他离开我们，带着常年的孤独和病痛。他像太阳背后的乌云，把我们的快乐衬托得更亮丽。或许这样最好，至少对他来说，说不定对我们也一样。诺拉，我的宝贝太太，怎么样才算是把你搂得够紧啊？诺拉，我时常盼望你遇上危险，病在旦夕，这样我才有机会赴汤蹈火把你给救回来。托瓦尔，去看信。托瓦尔，不，今晚不看，我要陪你，我最亲爱的。我心里想着好朋友就要死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丑陋横梗在我们之间，死亡和腐烂那一类的，我们得先摆脱这些念头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分开吧。现在我去看信了。小小的事，我都明白了。
出息真可怕。这几年来，他一直是我的骄傲，也是我的喜悦。竟然是个骗子，撒谎成性，更糟糕的还是个罪犯。可恶到家，丢脸丢到家。把我的幸福全毁，我的未来都泡汤了，想起来就叫人受不了。我被一个有案底的人捏在手掌心，他可以对我予取予求，把我当玩偶一样摆布，而我连吭声都不敢。从此以后我抬不起头，只因有个不中用的女人。等我离开这世界，你就自由了。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就算你说的，你离开这世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根本没有。他还是可以把事情闹开。如果他这么做，我就可能被怀疑是你的共犯，甚至他被怀疑是我在幕后阻止你，这也是可能的。这一切都只因为你一个人，你结婚以来我一直守得无微不至的一个人，现在你明白你对我做了什么事吗？我实在搞不懂。现在我们要来好好商量，我得想个办法安抚他，这事绝对不许透露一丝丝口风，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。至于你害我，表面上我们一切照旧，这是演给外人看，你当然还是继续住在这屋子。可是我不许你带孩子，我不放心把他们交给你。我不许你带孩子，我不放心把他们交给你。我不许你带孩子，我不放心把他们交给你。要我对一个心爱的人说出这样的话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你也只好算了吧。从现在开始，幸福快乐都无关紧要了，要紧的是捡破烂缝缝补补给大家看。收拾。这么晚了，最糟糕的难道是他？躲起来，诺拉，就说你生病了。太太的信，给我，你不要看，我自己读。我们得救了，现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你。
殿下，这讨厌的东西，我得把它毁灭掉。我来看看。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看。我就把这整个事情当作是一场梦。呀，现在结束了，全部都结束了。我打了一场空仗。你有听到我说话吗，诺拉？你好像还不明白，事情结束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会那么做是因为你爱我。你对我的爱，真是一个妻子对她丈夫该有的爱。只是你的方法不对，因为你没经验，做了错误的判断。难道你以为我会因为你不晓得怎么处理自己的事，就少爱你几分？不会的，你尽管仰赖我，我会给你建议，会指导你，教你。如果像你这样的女人不知所措的模样，没有使你更加迷人，那我还算堂堂男子汉吗？别在意我在气头上说的那些难听话，那时候我已经觉得天快塌下来了，我已经原谅你了，诺拉。我发誓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啊！谢谢你的原谅，谢谢你的原谅。别走啊！你在里头干嘛？换掉化妆舞会的衣服。也好，换吧。我的小云雀受惊了，现在你可以安心休息。我有一双大翅膀保护你。你看嘛，诺拉，我们的家多么温馨，多么舒适啊！这里是你的庇护所，我会保护你，把你当作是我从老鹰爪下救出来的鸽子。我会使你那一颗扑扑跳好可怜的心重享安宁。我们一步一步来，诺拉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到了明天，这一切在你看来会大大的不一样，一切会恢复旧观。我没必要从不说我原谅你，你自己感觉得出来。难道你以为把你赶出家门吗？我甚至连责怪你也舍不得。你呀，诺拉，就是不了解男人的心。对男人来说啊，原谅他的妻子，发自内心毫无保留的原谅，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甜蜜和满足的。那种感觉就像是太太属于他的双重财产，太太就像是重新投胎，同时是他的妻子，也是他的孩子。从这一刻以后，你跟我的关系就是这样。你这个可怜无助、不知所措的小宝贝，什么都不用怕，你只要对我敞开心扉，开诚布公就是了。我同时是你的良知和意志，同时指引你，又为你做主。诺拉，还不至于太晚，国王坐下。
您和我又说话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面无表情的。坐下，这里要花些时间。我有许多话跟你说。你吓了我一大跳，我实在搞不懂你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你不了解我，我也不想了解你。一直到今天晚上，不要插嘴，只要注意听我说。我们之间总要有个了解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这样坐着，你不觉得奇怪？哪里奇怪？结婚这么久，这是第一次我们俩，你和我，丈夫和妻子这么正经的谈话，这不奇怪。你说正经，指的是什么呢？结婚这些年来，从我们认识以来，我们都没有这样子严肃谈过。难道你要我拿你不可能帮我分担的烦恼缠着你不放？我说的不是烦恼，我说的是。我们从来没有一起深入探讨一件事。可是诺拉，震惊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呢？这就是重点，你从来就不了解我，我受到了很大的委屈。是现实吧？后来是你。什么？我们两个使你受了委屈？全世界最爱你的两个人呢？从来就不爱我，你只是觉得跟我谈恋爱很有趣。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婚姻说成这个样子？我从爸爸的手里转移到你的手里，你依照自己的品味安排一切，所以我有了跟你一样的品味。也许我假装跟你一样吧，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大概是两种情况都有吧，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那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在这里跟要饭的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求糊口。我的生存方式只是为你表演各种把戏，这就是你要的。我一无是处，都是你们的错。诺拉，你真是不讲理又不知感激。你在这里难道不幸福吗？难道你在这里不幸福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幸福过。我以为我有，其实从来没有。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一直都不幸福？对，只是好玩而已。总是对我，可是我们的家只是个游戏间。在这里，我是你的玩偶妻子。就像在家，我是爸爸的玩偶孩子。孩子们是我的玩，你和我玩，我觉得有趣；我和孩子们玩，他们也觉得有趣。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。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，虽然夸张过了头，不过很快这一切就会不一样。游戏时间结束，现在就要开始上课了。谁的课？我的，还是孩子们？你和孩子都要。轮不到你来调教我成为一个好妻子。那种话你说得出口？至于我怎么有资格教养孩子？你刚才不是也说你不放心把孩子交给我？那是气头上的话，你干嘛咬着不放啊？你说得很对，我不适合教养孩子。在这之前，有件事情必须先解决，那就是我一定要尝试教育我自己。这你帮不上忙，我得靠我自己。所以现在我要离开你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想要认识我自己以及外面的一切，我一定要独立。所以现在我不能继续跟你共同生活。诺拉，你疯了！你没有权利，我不允许。你再怎么不允许也没有用，带走属于我的东西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东西。你这算哪门子的发癫啊？你这个盲目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。所
所以我一定要出去见见世面，托儿。离家出走，抛夫弃子，你也不想想人家会怎么说？我顾不了别人怎么说，我只知道这是我非做不可的事。你曾经要气死人呐、啊，竟然糟蹋你最神圣的本分。你认为什么是我最神圣的本分？由我来告诉你，不就是你的丈夫还有孩子们的本分？我还有其他同样神圣的本分。不可能，什么本分？对我自己应尽的本分。第一优先的是你为人妻又为人母。再也不信那一套，现在我相信第一优先的是我是人。完完全全的和你一样，起码我得试试看能不能成为那样的一个人。我大部分的人都同意你的看法，还有许多书本上也有相同的观点，可是我现在对大多数人说书本上写的失望透顶，我必须独自思考试着理出个头绪来。为什么你就是不能理解你在家中的地位？你连个颠扑不破的心也没有吗？你的宗教信仰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信仰。没听过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。如果宗教不能改换，我可以唤醒你的良心。你总还有道德观念吧？难道回答我，连这个你也没了？真的不知道，我对这样的问题非常困惑。我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你完全不一样，我也明白法律和我想的不一样，可是我实在无法说服我自己这些法律是正确的。女儿没有权利保护她奄奄一息的父亲，也没有权利拯救她丈夫的性命，我无法相信这样的法律。说话简直像个孩子，根本不了解你生存的世界。我就是不了解，所以我现在努力要去了解，我要去证明看看是这个世界对还是我对。你病了诺拉，你脑筋发高烧，我简直要说你精神错乱了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这么笃定过。清醒笃定到抛弃你的丈夫还有孩子？是的。你不再爱我？说对了，就是这样。诺拉，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？很抱歉，托娃，你一直对我很好，是没办法，我不再爱你。这一点，你也那么清醒，那么笃定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待在这里。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是怎么失去你的爱的？可以。就在今晚奇迹没有发生的时候，我看出了你不是我心目中那个男人。你在说什么？全世界都知道，犯罪是我。这就是我心怀恐惧、盼望发生的情节。为了避免这件事发生，我还想过要自杀。我乐意为你职业工作，诺拉。忍饥受苦都没关系，可是没有哪个男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，
即使是为了他所心爱的人。数以百万计的女人一直都这么做。心里想的和嘴巴说的简直像个傻孩子。为什么你心里想的和嘴巴说的也不像是我可以分享生命的人？当你的恐惧消退以后，使你感到害怕的不是我面前的危险，而是你自己可能受到的伤害。等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，对你来说就像穿过水无痕，我还是你的小鱼雀。每次怀疑你将加倍的疼爱我，因为我是那么样的柔弱。托儿，就在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我跟一个陌生人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还生了三个孩子。受我大哥可以把自己碎尸万段。我了解，我们直接裂开了一条大鸿沟，显然是这样。可是诺拉，我们不能把它填平吗？以我现在的状况，我不适合当你的妻子。我可以改变我自己。或许，如果把你的玩物带离开你身边的话，我跟你分开，跟你分手，我无法想象。这一来，更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诺拉，不要走，明天再走。我不能待在陌生人的家里。难道我们不能像兄妹一样在这里生活吗？你很清楚，这持续不了多久。再见，父王。我不会进去看孩子。我知道有人比我更会照顾他们。就现在我来说，我对他们没什么用处。以后呢？以后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连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都不晓得。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到哪里去都一样了。生活在一起，就会是一种真正的婚姻生活。